好，我们来学习胆囊结石啊。胆囊结石，这是每年执业医师和助理医师考试的重点。那么，临床表现、诊断以及手术的适应症、手术方法，这是他经常考到的。尤其是胆囊切除适应症，几乎每年都会有一到两个试题。所以，希望大家把胆囊切除时的手术适应症认真的掌握一下。那么，胆囊结石这个常见多发病，所以执业医师、助理医师都要求大家熟练的掌握啊。我们看它临床表现。那么胆囊结石，老百姓都知道，吃了之后、患之后，有特别油腻食物之后，这么胆绞痛，这老百姓都知道的，所以这一般人都会知道，为什么在饱餐油腻食物之后，那么会发生胆绞痛？因为饱餐特别油腻食物之后，脂肪成分很高，所以它就会阻击胆汁分泌。当胆汁分泌之后，这要进入胆囊，那么一进入胆囊，当然说不定结石就在胆囊里面移动。一移动，那么就痛，所以他常常在进食油腻食物之后、饱餐之后疼痛，睡改变体位的时候、睡眠的时候，老板容易痛。为什么改变体位的痛？改变体位的时候，胆囊的结石就到胆囊里面是吧？动来动去，一动来动去，当然就会引起痉挛性的疼痛。所以他常在饱餐、改变体位的时候痛。有些病人表现为上腹隐痛，主要是有巨大的结石。越大的结石啊，症状越轻；越小的结石，症状越重。这跟大家想当然的相反的，所以大家总是误认为大结石就可以症状，错。越大的结石呢，刊登在胆囊这里面，动不动它不能动，它不能动，那么就不会引起痉挛性疼痛。越小的结石在这荡来荡去的，特别是把哈特曼氏带堵到了，那当然它就会痛，甚至引起什么胆囊坏疽。所以越小的结石症状越重。因此，对大的结石，大家不动的时候，往往表现为右上腹隐痛，所以这个时候就什么，常常被误诊为胃病。你在临床上，大约70%-80%的病人都被误诊为胃病，当胃病看了 N 长时间，吃了很多的胃药，半年一年，回头过来治不好，最后回头过来，终于诊断怎么样，这个病人是胆囊结石、慢性胆囊炎。所以基本上大多数的病人都被误诊为胃病。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有一年我还记得专门考了个夏天哪一种疾病最容易被误诊为胃病？慢性胆囊炎、胆囊结石被误诊为胃病。好了，其他的大家注意了，包括什么胆中间结石、胆源性腺胆囊癌、肠梗阻，这很少考，大家了解就行。黄疸，大家注意啊，我们在执业医师考试之后，那么是没有黄疸的。你们书上啊是10%-15%。这跟大家什么想当然的有点相反啊，也就是你们书上啊，大约10%-15%的病人胆囊结石病人有黄疸，但是我们在这研究生考试以及这一次考试过程中间，那么他都是相对默认为是没有黄疸的。为什么没有黄疸呢？理论上是这样的啊，大家就看看，这假如一个胆囊结石，胆囊结石在胆囊里面，它堵塞了胆道没有？没有，所以肝脏分泌的胆汁可以跟左钢管、右钢管、胆总管胆。一直到十二指肠的，没有阻塞他的胆道，没有阻塞胆道，所以说这种病人不会出现黄疸。理论上不会出现黄疸，实际上是会出现黄疸的，大约10%-15%的病人有黄疸。所以我这里是跟他写个少见，像你们书上是不是大约10%-15%的病人有黄疸？但是我们在做题的过程中，大家注意不要当黄疸啊，胆囊结石、胆囊炎都是没有黄疸。这个观点跟书上是不一样的啊，这就是我们。在执业医师考试、助理医师考试中，默认的观点下，研究生考试也是这样啊。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好了，还有一种是禁止结石，这很多见啊。有些人有胆囊结石，他也不症状，没有症状，医生也不会看病，一直到他什么进入火葬场烧出来，嘣嘣嘣，还是一堆骨灰。所以这种叫做禁止性结石，这种禁止结石没有任何症状，跟你正常人一样，他只是在 B 超偶尔在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有个结石。他没有症状，所以这种结石我们也把它叫做影像学病。为什么？原来没B超没普及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些病人有没有。当不是 B 超普及之后，你说不定做体检，做个胆囊结石出来，所以这一部分病人无需任何处理，也就不需要治疗。他禁止结石已经，当然呢，你要他来医院开刀，他也不会来的。这叫禁止性结石。所以禁止性结石，韩医也跟他讲了，治疗也跟他讲了，无需处理。没有症状，这就是禁止结石啊。好了，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些临床表现啊。所以胆囊结石临床表现从什么？没有症状的禁止结石，
到一致胆绞痛，哎，这个症状什么差异很大，希望大家什么注意啊，中间的不痛不痒的胃病上会隐痛。好，继续我们再来看看04年这个试题，大家看关于胆囊结石的描述错误的是哪一项，问哪一项错误的，答案 A 胆囊结石具有症状，胆囊结石具有症状吗？绝大多数的结石都没有症状，其中 40% 左右的结石是性质结石，根本上没有症状，20% 到 40%。 还有很多的这种胆囊结石家人不在急性化周期，有没有症状？没有症状吗？你看我们胆囊结石的病人很多，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症状啊，是不是？所以啊，不是具有症状，所以答案 A 不正确。好，我们再来看看 BC 底下啊，即使游离之后症状加重，哎，因为胆汁分泌增多，所以症状加重，开始胆绞痛，所以 B 是相正确的。答案 C， 大的单发结石不愿意刊登。我们刚才说了，越大的结石越不愿意症状，为什么？他越不愿意胆囊新冠的刊登，因为他跑不到胆囊新冠里面去嘛。胆囊新冠，你看我们胆囊新冠最多也就是说，3到4毫米。假如我这个结石是个3公里结石，他怎么到那里去刊登呢？不可能，是不是？好，答案底下，结石刊登于胆囊壶腹之后，导致急性胆囊炎。哎，这是这样的啊。结石是容易导致哪儿啊？哈特曼氏带。哎，胆囊新冠的地方，哈特曼氏带。刊登了这个地方之后，容易导致什么？胆汁不能进，也不能出，胆囊的压力增高，导致急性胆囊炎。急性胆囊炎就这样来的啊。好，胆绞痛可以像右前不黄色，这大家什么都知道。所以，哎 ，B、C、D 一项都是正确的。好了，我们来看腹直检查。腹直检查第一个 B 超，没有什么说的，跟大家说了，只要胆系疾病，那么首先检查都是 B 超，尤其是在胆囊结石，它的准确率你们说了，约为100%。所以说这样的有经验，基本上100%的准确。所以胆囊结石，那么首先的检查是 B 超。那么它主要表现为什么？请大家把这个B 超的影像学搞清楚。为什么？它有时候出题的是个值。这个病人右上腹绞痛，然后 B 超是胆囊的一个强腹直肛苔随体位改变位置，后半声音，哎，问题是什么？你不知道这个结果，那么你就没有办法作答，并且你背到这个结果了之后怎么样，你当医生的时候看 B 超结果你也会看胆囊的强腹直肛苔，这强腹直肛苔是什么东西？这个强腹直肛苔就是结石影，随体位改变位置，就是说这个你的改变位置是个趴到坐到以及俯卧位，哎，只要你改变位置，这个结石就在你们胆囊里面动，动来动去，当然随体位改变而移动。后半声音是你强腹直肛苔遮住一部分，是超声波了之后，哎，后半声音在 B 超的影像下看的是黑的，像跟一些叶腺暗区一样黑的，这就是后半声音，这是它典型表现啊。假如胆囊息肉呢，一直长在胆囊壁上面，所以它就不会随体位改变位置，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什么胆囊息肉或胆囊结石区分开来了。所以大家注意了，这种胆囊息肉，你比如胆囊癌，那么它就是什么？胆囊里面有回声，强回声，但是不随体位改变位置。好了，我们再来看 X 光片。X 光片大家注意了，一般的临床很少用到 X 光片，为什么？你没哪个是拍个 X 光片去诊断结石的，是不是？偶尔拍个其他的片子把那个石头拍出来，这是有可能的。没有哪个说怀疑胆囊结石都是去做 B 超了，没有哪个说来吧给你拍个腹部平面，为什么？拍个腹部平面还比 B 超要贵。 X 光片现在都是数字式的，哎，那种老式的基本上在卫生院才有，大一点的医院都是数字式的，数字式的就收费昂贵，一般都是150到200一个片子。你说宁愿花200块钱拍个片子，也不如花40块钱做个 B 超了，是不是？X 线还有 X 光呢，谁去做这个东西呢？没有。大家注意啊，在这里有个知识点，考试知识点。为什么？他要你区分是胆囊结石还是肾结石，哎，经常要你区分这个东西，右肾结石和胆囊结石的区别。大家看到胆囊结石在我们这右上腹的什么前方，胆囊里面嘛。右肾结石呢，在我们右上腹的后方，所以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方，怎么来给它区分开来呢？拍个侧位 X 光片，腹部的侧位 X 光片，那么一拍，胆囊结石肯定在脊柱的前方，右肾结石肯定在脊柱的后方。OK， 你就把它区分开来了，是不是？哎，这个是知识点，考过一次，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好了 ，B 超、CT， 哎，这是都是属于影像学检查。CT 大家注意，再次跟大家说，诊断率还没有 B 超高，为什么 ？B 超100%了 ，CT 怎么达到100%了？不能，由于它的价格比较昂贵，所以在临床上不足够常规。因此大家只要记住 B 超就 OK 了啊。好了，我们再继续看13年这个试题，大家再继续看啊。
女性45岁，这个病人右上腹痛2天，2天之前去产后突然发生右上腹痛，哎，早餐之后发生右上腹痛的，大家都知道，首先要想到这个病人是不是胆囊炎、胆囊结石。好，继续往后看，大家看看，哎，脉浮生阳性，一看这脉浮生阳性的，这就是急性胆囊炎的特征性表现。大家都知道，急性胆囊炎95%以上都是什么结石性胆囊炎，所以。那么你考虑这个病人是脉浮生阳性急性胆囊炎，那么首先要考虑他急性胆囊炎和没有胆囊结石引起的，所以这个题我们进一步检查，首先怎么检查 B 超检查。刚才我们说了，急性胆囊炎胆囊结石都是首先 B 超检查，所以正确答案为 A， 这个题就比较简单了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胆囊结石治疗。胆囊结石治疗很简单，那么就是胆囊切除，你说可不可以用药呢？口服药物，你们书上讲了没有？哎，你们书上在7版教材还提一下，8版教材根本提都不提。为什么？胆囊结石就是开刀了。胆囊结石这个大家注意了啊，吃药在哪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的的确确做过。我记得80年代，哎呀，那是个，这要是胆囊结石，吃什么药？吃熊去啊，胆散，恶去啊，胆散。这个吃了1-2年，吃下来没有？那个结石动都没动。我记得那个这个熊去啊，胆散，恶去啊，胆散还相当贵，100多块钱一瓶。当然现在100多块钱的瓶药不算贵了，当时80年代100多块钱是个什么概念？一个本科人2个月的工资买一瓶药，吃了1年多，这个结石是什么？不仅没有掉下来，还什么，还比原来大了。所以我们都干过这种蠢事情啊，80年代。所以那是个一窝蜂，鹅血胆囊、熊血胆囊风靡整个普外界。最后吃了之后过了几年偃旗息鼓了，再也没人吃这个东西了。鹅血胆囊、熊血胆囊啊，也老的教材上面还有这个东西，现在是基本上都淘汰掉了，没有。好了，这第一个不行啊，我们都干掉了药物治疗。第二个睡死治疗，你们书上讲了没有？没有吧？我们那时候啊，我记得在90年代啊，大约92年还是对94年啊，这就是不是到92年，就是94年，反正90年的早期，3个世纪，还做过睡死治疗。那时候为什么呢？那时候都是异想天开，那时候德国人刚刚啊开始搞那个什么肾结石睡死治疗。好了，我们又是受到启发，刚刚引进我们国内嘛睡死治疗。那你既然能够生了肾脏的石头，那能不能睡我这个胆囊结石呢？哎，胆石症给它睡下来，它不就自己出来了吗？哎，那个时候也开始什么做成睡死治疗，最后睡的结果怎么样？我会告诉大家啊，有效率大约8%。什么意思？有效的8%就是无效的92%。假如一个治疗方法90%以上都没有效果，这种方法是不是个好方法？不是。最后啊，发现这种石头不仅没效果，拍不下来，而且什么还诱发胆绞痛。为什么呢？最后大家都知道吗？我这个石头把它碎下来，你看肾结石碎下来之后有小便冲出来，所以说尿液出来了。胆囊结石呢，它没有小便的。胆囊结石一个胆汁，你说胆汁是碎出来吗？不，胆囊结石一碎，大的变小的，小的看着那哈什曼是带了，引起胆囊炎化作，胆绞痛出来了，胆总管结石，掉到胆总管里面，胆总管看着呢黄疸，肝功能损害，所以最后怎么样啊？不仅没把结石碎下来，而且诱发了很多很多的诸多的不愿意看到的症状，所以最后也放弃了。也没人做这个东西嘛，睡死治疗的，所以最后还是回归老路，回归了我们传统的方法，什么胆囊切除。所以胆结石治疗在这20-30年中间走了很多弯路，希望他讲这个故事大家听。也就是说，你们书上为什么不写药物治疗？为什么不写睡死治疗？有很多同学，这不是石头吗？你胆囊结石也是石头，肾结石也是石头，那你既然是能够睡肾结石，肯定可以睡胆结石。是的，胆结石是可以睡掉，睡掉之后怎么办呢？排石的过程引起肝功的损害，胆绞痛，那不是那肾结石那么爽的，所以大家什么要注意了。因此在处在这种题目的时候，胆结石的治疗那么就是手术治疗了。手术治疗有两种方法啊，大家注意了，一种是开腹手术，就是我们普通的这种开腹手术，第二个是腹腔镜手术。腹腔镜手术由于现在普及啊，腹腔镜手术做的越来越多了，那么成了我们胆囊结石胆囊炎的首选，那么就是腹腔镜手术。假如这个答案相同，既有开腹手术又有腹腔镜手术啊 ,LC, 腹腔镜下胆囊切除，那么你写 LC, 腹腔镜下胆囊切除。
好，这是有症状的。对于没症状的，刚才我说了，禁止你解释要不要开刀，不需要开刀，也不要预防性做手术，就是观察水质。你要他来开刀，也不来开，他不来开的。为什么？我有个胆囊结石，在我这儿，我已经长了10年，你要我开刀，我开吗？你就给我免费开刀，也杀回刀，我也不开啊。哎，我这个结石就像我这个黄木商标一样，哎，这就我会用的黄木商标。那么我开它干什么呢？没人开啊。所以禁止一些是无需手术，大家记住这个结论就行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呢，哪些病人需要去开刀？你比如说禁止一些是就不要开刀，不是说所有的胆囊结石都要开刀。那么哪些病人要开刀？哎，你们书上有这个几个适应症啊，这几个适应症经常考，希望大家注意啊。第一，胆囊结石很多，但是胆囊结石直径大于2到3公分，这两个条件啊必须满足。胆囊结石既多又大，大于2到3公分，为什么要加这个大于2到3公分？因为胆囊结石越大，那么它导致胆囊癌的癌变率可能性越大，所以大于2.5公分以上的结石，我们常常开刀，就这个道理。第二个，胆囊壁钙化，胆囊壁一旦一钙化，那还有没有收缩功能？没有，那么胆囊就没有储存和浓缩胆汁的功能，所以这个胆囊就废掉了，就像个水库一样，已经废掉这个方水库，你还要它装水干什么呢？没用了，所以给它干掉。磁性胆囊，磁，像碗的这个瓷器的瓷一样，硬得很，钙化了，已经显化化了，有没有功能？没有功能，所以这种磁性胆囊没有功能，没有个动能，它除了长结石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给它切掉。好了，大家注意要把胆囊息肉，胆囊息肉也是这样啊，胆囊息肉一定要够得上一个标准。你比如说一个胆囊息肉2-3毫米的这种胆囊息肉，你要去做手术吗？不是，大于1公分，因为大于1公分的胆囊息肉往往是胆囊癌的癌前病变。为了避免这种病人发生癌，那么在早期大于1公分的时候就给它切掉。所以这就是胆囊结石为什么要手术的机制。好了，我们再看胆囊壁症候，胆囊壁越厚，证明它什么？发作慢性胆囊炎的可能性越大。所以今天发作一个胆囊炎，哎，壁症候；明天发作一个胆囊炎，壁症候。反反复的发作的时候，当它的壁大于3毫米，就是大于0.3公分的时候，那么要手术。这些数据啊很难记，大家用用考，所以我跟大家用黄叶式的字迹表现出来，也就是他用用考，你用用错，所以就跟大家用黄叶式字迹表现出来了啊。儿童胆囊结石，大家注意，没有症状的时候原则上不做手术，假如有症状呢，早期手术。好，这是我们8版教材上的手术适应症，7版以前的教材上还有一个什么糖尿病并发胆囊结石。糖尿病并发胆囊结石为什么我要做？因为糖尿病只能越来越重，它是个终身制疾病，你与其年轻的时候调节好的时候做，还不就不要等到老年的时候心肺功能都不好的时候再做，所以它总是要做一道的，所以就早期做。所以胆囊结石合并糖尿病的时候争取早期做手术。好，这就是跟大家讲的啊，几个胆囊结石的请胆囊切除的适应症啊，这些适应症考了5首次，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各那些真题搞清楚，每个项目搞清楚，基本上解答这种题目就差不多了。我们来看18年考的这个试题，女35岁，体格检查体质胆囊内强迫状况痰，直径约0.5公分，后半身影。好，通过这一句话读到这儿，大家就马上就可以想到，体格检查发现了胆囊里面一个石头，那么说明他平时有个症状，没有症状，所以那么通过这一点大家就知道了，哦，这是个无症状性的胆囊结石，也是禁止性胆囊结石。大家就注意这个 B 超结果，胆囊结石的啊典型超声真相，希望大家给它记下来，这个在考试中经常会涉及到。它的典型真相是什么？强回声光弹，强回声光弹就是这个超声波的超声扫在这个结石上面，它这个回声光弹是强回声光弹，后半身影就这个阴影暗去，就像我们说的灯下黑，哎，我这个超声扫到这儿，扫到这儿，结石把它遮挡了，结石后方就是一个黑颜色的地方，叫做后半身影。水体为改变位置，什么意思？证明这个结石在胆囊里面可以动。假如补水体为改变位置，说明是胆囊息肉。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假设看到一个强回声光弹，那区分是胆囊结石还是胆囊息肉，那么我们就在病人改变体位，所以就在那个超声波的诊断床上啊，做超声池的诊断床上，叫病人什么？哎，来改变体位，趴下来，趴下去，哎，改变体位。你假如说前方是光弹，能改变体位，证明它是个石头。
假如不能改变体位，一直在那个什么胆囊壁上面，证明这是他什么胆囊息肉。所以胆囊息肉跟胆囊结石，哎，大家就可以什么哎区分了。好了，这就是典型的胆囊结石的表现，前方是光台后方声音，所以体位改变。所以这就是读到这儿，大家就知道了。B 超已经确定这个病人是胆囊结石，并且是静止结石，没有症状。为什么？是体检发现的。所以他说这个病人有没有症状，什么东西一般不告诉你，就是体检发现。体检发现呢，就是我们平时好的时候才去体检呢，不然我就上医院看病去了，是不是？好了，既往无咎，右上腹疼痛、发热、黄疸、闭室，也就是他从来没有症状，血常规正常的、血糖正常的，该患者正确的处理是什么？一个无静止胆囊结石、无症状的静止胆囊结石，我们就处理什么治？不管它，哎，随时观察。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就出来了。所以其他的一些答案项都是不正确的。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试题。女45岁，反复发作进食有利食物，右上腹痛疼痛两年。就这个病人是反复发作，但是在什么这个疼痛，即使有利食物疼痛，即使有利食物之后疼痛，一般跟什么东西有关？胆系疾病或胰腺疾病有关。胰腺疾病一般就是说，即使有利食物或者喝酒之后，哎，假如有上腹痛，可能考虑急性咽炎。就是有利食物，哎，右上腹痛很可能考虑胆结石。所以你假如做题目做得多，可以形成条件反射。好了，我们再继续看。哎，近半年的控制饮食后，滑作次数减少。最近一次滑作是三个月之前，就三个月之前啊，滑作过一次。好，鼻测检查结果给你了，这个病人是什么？这是胆囊结石，胆囊缩小，鼻震后粗糙，已经告诉了。哎，这个病人是个胆囊结石，并且胆囊缩小，胆囊鼻震后，证明他是什么？慢性胆囊炎嘛。慢性胆囊炎经常发作，鼻才增厚才粗糙。慢性胆囊炎之后显化了萎缩，所以这个病人就是个胆囊结石、慢性胆囊炎，并且胆囊萎缩，胆囊还有没有功能？没功能了吗？它缩小了，所以没功能，并且还有症状。那么需不需要治疗？当然需要症状，有症状肯定需要治疗，没有症状，那么无症状的心理胆囊静止性结石我们可以不治疗，所以这个病人需要治疗。那么需要治疗就来了，是药物治疗和胆囊切除。哎，我们跟大家说过，胆囊结石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胆囊切除。药物治疗啊，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我们80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是个经常用口服的熊去氧胆酸、恶去氧胆酸来治疗胆结石，有没有效果？没效果，吃一年了，这个结石还在这儿，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好，那么现在做的最多的啊，就是胆囊切除，所以正确答案答 A。当然这个题出的不很好啊，假如这个题出的很好，那么可以加大试题难度，他会这么说：答 A， 开腹胆囊切除术；答案 B，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那么目前应用最多的还是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为什么？创伤比较小，恢复就比较快，所以在临床上老百姓都说打洞，做胆囊切除术，打洞就是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所以这个没有区分腹腔镜还是开腹手术，那么你就胆囊切除术。好了，大家注意了，能不能答 C？ 体外碎石，大家注意啊，整个胆囊结石、胆系疾病的结石里面没有碎石之说，只有什么肾结石、肾盂结石、上脑输尿管结石才有碎石。哎，不要把这两个石头搞到一起了啊！这种胆囊结石、胆系的结石，碎石治疗是没有作用的。为什么？即使把大结石碎成小结石了，由于这里没有跟肾不跟肾脏一样，它没有尿液下流，大家想一想，能不能流下去？不能流下去。那么就把这个结石什么哎，在胆囊来移来移去，变成胆管炎，所以对病人还有害。所以碎石治疗在我们临床是不做的。胆囊造瘘术一般在临床上不做，为什么？哎，只造了瘘没有消除胆囊，胆囊还是个结石化腐的腐坏的根源，所以这个胆囊造瘘术大家什么一定要注意了。哎，除非是危重病人在手术台上快死了，那么连胆囊切除都不能够都不能够难受，那么做个胆囊造瘘术，哎，很快的下手术台起这个作用，所以平时的时候很少做胆囊造瘘术。好了，正确答案为 A 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一七年这个试题，大家再来看啊，一七年这个试题我记得是15年考过一次啊，又隔了一年再来考大家一个原题。男36岁，这个病人腹腔镜胆囊切除之后一周啊，大家看看腹腔镜胆囊切除以后，这种病人有腹胀、伴有皮肤黄疸、大便桃头样颜色。大便桃头色，这是完全性梗阻，胆道完全性梗阻的表现。
脾胃黄的，证明这个病人胆囊切除之后怎么样啊？更注意黄疸。他问你，这个黄疸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其他的对你解气没有多大作用啊。一个胆的腹腔镜胆囊切除的病人突然出现黄疸，那么完全根主是什么原因？哎，就是我们切除胆囊的时候要在解剖这个胆囊三角啊。我不是跟他讲了卡拉塔三角吗？解剖胆囊三角的时候，我们外科医生粉末我也跟他讲过，是不是？好多外科医生把胆坐在这个地方胆战心惊，为什么？哎，就在这个地方解剖的时候，稍微不注意把胆总管损伤了，稍微不注意把胆总管接了，接扎了，或者把胆总管什么用电钩损伤了。一损伤这个胆总管一损伤，那么胆汁及肝脏分泌的胆汁不能从胆总管流到十二肠肠腔区，那么这个病人就会导致根主，根主于黄疸。所以其原因就是因为胆总管损伤，胆为一。每个一月啊，大家注意，在进行胆总啊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时候，那么在早期你动作不熟练的时候，经常会发生胆总管损伤。损伤之后，那么医疗纠纷就来了。我也跟他说过，所以大家注意再注意，因为他在临床上比较重要，所以也经常考虑这个知识点。这个知识点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不仅仅对你考试有作用，那么大家当医生，尤其是腹部外科医生。也很重要，在这个地方卡拉塔三角这个地方解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再注意。再次跟大家强调，不要损伤胆总管，损伤胆总管之后那你的医疗纠纷太大了，即使将来不能病人不拿着刀来杀了你，那么我告诉你扯得你难受 N 多年都是为这个事情扯来扯去，扯完了之后哎，别人一提到哎哪个腹腔镜胆总管损伤的都把你做典型。今天注意啊，腹腔镜胆囊切除啊，那个何医生几年之前就搞了一个那个赔了180万，我告诉你都当例子来举。所以大家注意再注意，特别是年轻人啊，伤不起，应该是这个世道伤不起，所以大家注意再注意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胆总管三叉，做了胆囊切除，这是把这个胆囊切除啊切除之后，做不做胆囊的探查，那么有什么指征？这个探查的指征啊，你们说有这四个。第一个，根据黄疸的病人，根主于黄疸的病人，那么说明胆总管下单有根主。那么你既然切了胆囊，一定要把胆总管下单搞通，是个结石，是个狭窄，还是个肿瘤，一定要搞得什么清清楚楚。所以要有胆总管探查。第二个，胆总管里面有结石，当然要给胆总管切开，把这结石拿出来了。划着胆绞痛的，划着胆绞痛的，证明这个结石在里面什么动了，在胆道里面动了，说不定它就掉到胆总管里面去了。所以这种病人要打开看。胆管炎的、胰腺炎的，证明胆总管下单。有结石或胆管里面胰管里面有高压，所以要打开胆总管看一看。术中这是个胆总管结石的蛔虫肿瘤，那么有什么说的，一定要给它搞通，所以要打开。胆总管扩张的大于一个公分的，我们是跟大家说过胆总管的直径大约是 0.6 到 0.8 公分，大于一个公分那胆总管扩张。胆总管扩张症出的那是胆总管探查的绝对适应症。哎，这个时候就考了无数次，希望大家给它记住，所以我有黄颜色的字迹表示出来。胆总管再去进行诊断穿刺，有脓性证明里面有胆管炎，要打开看。有血性胆汁证明有坏死，那么要打开看。胆囊里面细小结石，哎，这个大家什么要注意了。胆囊里面细小结石，大家看细小结石有运动，永远从胆囊尽管再掉到胆总管里面去，所以这个时候要进行胆总管探查。好了，大家注意，你说我这喝到时候这么多这指针我背不到怎么办？背不到啊，我告诉大家背准备不到就背一个。哎，背哪一个？胆总管扩张大于一个公分。所以你看那个体干之中，只要有胆总管做 B 超大于一个公分的，绝对要进行胆总管探查。这个是考的最多的。所以你真正背不到，你说何老师我一个都背不到，就背这个。你这个都背不到，你答不到题目的。好，大家打这一个。第二个啊，假如你精力还好一点，就背一个是吧，有黄的。加这个体干中给你这个病人是胆囊结石并且有黄疸，那么要进行胆总管探查。哎，你背得到就是背第二个。第三个你水平还高一点，那就背个胆囊结石细小的。他假如体干中有细小的胆囊结石，那么就暗示这个细小的胆囊结石很可能经过胆囊尽管掉到胆总管里要进行探查。好，其他的你背得到背不到无所谓了。为什么呢？你胆囊结石里面胆总管里面都有结石，他应该说了，你难道不打开胆总管把这个结石搞掉吗？也不行，我分两步。第一步切胆囊，第二步第二次再进去做胆总管结石的探查，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所以啊，大家注意啊，没有能力的，真正没有能力的，背一个手机大于一个公分胆总管直径，
有能力一点的背根据玉皇的，再有能力一点的背细小解释，其他的你背不背，对你这个解答职业意识试题没什么作用啊。好了，我们看八卦之争，大家都知道丹中啊探查之后啊，我们在丹在哪儿啊，在丹中啊的十二章上卦啊，在这个地方就要放个梯形卦，哎，就英文字母的梯，梯形卦。好，梯形卦放来放来就在引流传伏笔外面。这个梯形卦放置之后，八卦有什么指针？在什么是个八卦？把这个梯形卦，时候至少两周啊！大家注意，这个时间考过 N 多次，你只要做个真题的啊，这个时间你肯定碰到过来啊，考过 N 多次，时候两周，那么至少两周。为什么要时候至少两周？因为在这个归家馆周围就形成了很多什么斗道，哎，和围了很多什么大网膜呀、纤维结的组织啊、场馆呢、啊，围成个斗道。两周之后，这个斗道基本上就形成了。你给他扒，即使有胆子漏，他也不得溜到油流腹腔，哎，这个胆子就跟这个斗道什么流出来了。所以你在外面再用个滑石你给他一堵 ，OK 了，是不是？假如你扒得太早，大家看看扒得太早有什么后果？没有形成斗道，那么这个胆汁一流到油流腹腔，就会引致严重的胆汁性腹膜炎，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两周之后才能拔。第二，体温正常，证明这个病人没有胆管炎了。第三，没有腹痛，也没有胆管炎，也没有黄疸，这些基本的症状，这大家都会。好了，最主要的就是体管噪音显示肝内大外无根主，什么意思？没有结石，也就是取得干干净净。好，这里就跟大家说一下经常考的一个字眼。假如我气管造影的时候，你们两周之后我想拔气管之前，常规的进行气管造影，看着这个，看着这个胆道里面还有残余结石，假如有残余结石怎么办？在残余结石再进去开刀吗？不需要开了，那么就把这个气管不要拔了，留到这儿，等到什么六周之后啊，就是我们这个不是两周吗？再过一个月啊，六周之后行胆道镜取石，就是六周之后啊，手术的六周之后，那么再行胆道镜取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这个八卦的八卦的指针。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再注意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16年这个试题，它的胆囊切除术之后需要进行胆中的探查的指针，就是哪种情况下不需要进行胆中的探查。好，我们再来看看胆囊壁明显增厚，这肯定不需要胆中的探查。为什么？你看我们进行胆囊炎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要进行胆中的探查吗？胆囊壁每个人都厚，是不是要进行胆囊炎？好，胆囊壁胆囊增大，进行胆囊炎的时候，每个胆囊都水肿增大，难道都要进行胆中的探查吗？显然错误的，所以 A、B 都是错误的。好，胆中的直径大于一个公分，刚才我说了，你哪个背不到都要跟这个背到，是不是？胆中的直径大于一个公分，说明胆中的增粗，说明胆中的下带有根柱。说明胆中的下带不是狭窄就是结石，不是结石就是癌，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进行胆中的探查。好，胆底胆囊结石超过两个公分，我们说胆囊结石细小，很可能进入胆囊经管，进入胆道，所以胆囊结石超过两个公分大的结石不需要进行胆中的探查。胆囊结石分胆囊息肉，大家注意，这个息肉大于一个公分需要探查，需要进行胆囊切除，但是这个结石跟息肉全部切了，都没有了，还又不长结石又不长息肉了，还探查什么胆中管呢？是不是？所以打一项也不正确，因此那么新胆中管探查的指针打一项就是一项了，是不是？好了，我们再继续看呢，这是一个病理性情势，考大家也是考你胆中管探查的指针，大家看啊，女31岁，这个病人有腹痛、寒战、高热、黄疸，这是什么？哎，这是下括三联症。下括三联症说明它有什么？胆道炎，是不是？急性胆管炎，是不是？下括三联症。好，这个病人右上腹有牙痛，脉浮症有阳性。这个病人胆囊大，脉浮症阳性，证明他有什么？有胆囊炎，是不是？急性胆囊炎，那么它特征表现就是脉浮症阳性。这个病人有胆囊肿大，那当然这个病人要诊断的是什么？急性胆囊炎何必有胆管炎？急性胆囊炎何必有胆管炎？而急性胆囊炎我刚才说了，95%以上都是结石引起的，叫结石性胆囊炎。所以这种病人首先要进行什么？胆囊切除。做不做胆囊胆中的探查？他得看看是什么？有黄疸。我不是跟大家说过吗？再怎么背不到都要给胆中管大于一个公分胆中管探查指针背到，有能力的一定要给背住黄疸，跟住黄疸，是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胆囊结石细小，所以这里有黄疸，当然进行胆管探查。所以正确答案应该胆囊切除加胆管探查，替管引流。因此正确答案胆 D 就完了啊。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再注意啊。好了，这是跟大家讲的胆囊结石啊。